我其实不是真的很悲观，我是做最好的打算，嗯，然后最坏的，哎，最坏的打算，最坏的打算，然后最好的准备，对，所以我真的不是悲观，就是我会想到，哎，不好，如果是不好的状态是怎样，但是我还是会尽力准备。有些人喜欢
不要玩 Q 啦、哦、那你找我干嘛呢？啊，对对对对对，啊，你阿公托梦给我，叫我拿给你的。哦，原来我阿公的传家宝是一个玉佩啊！啊，那你不要去了。宪哥，我这个他这个太重症了，嗯，他动不动就说不行，哦，不然就说要放弃。有时候我就希望说，哎，让他正面一点，互相我就邀他去教会，没想到教会的力量也没有办法净化他。哦，对他整个就说，哎，我不相信，我不跟你去。你有曾经在教会里面杀过蛇吗？哎，牧师会生气。对啊，不行啊，不能啊。有时候表演的时候，表演会、啊、真的对，但是说真的，我就觉得他真的太容易放弃，太容易放弃，是一个非常悲观的人。对对非常悲观，三猪，这种身材还要说吗？别人吗？他讲的是实话吗？你说太容易放弃，你说去教会这件事情太容易放弃，整个人不容易坚持，太容易悲观。我其实不是真的很悲观，我是做最好的打算，嗯，然后最坏的，哎，最坏的打算，最坏的打算，然后最好的准备，对，所以我真的不是悲观，就是。我会想到，哎，不好，如果是不好的状态是怎样，但是我还是会尽力准备。但先跟我跟你讲，因为他之前呢就是生病嘛，他还去住院，住院的时候，哦，他那一次就住很久，住了快一个礼拜。然后我就想说，因为我们是室友，我就想说我还是要关心一下，我就打电话给他，我说，哎，喂，三猪，你还好吗？然后他第一句就问我说，你要干什么？我说我没有干什么，我就关心你，问你好不好。哦，他就说你有什么目的吗？我说没有，我没有目的，我就是关心，纯粹关心而已。然后我说啊，我知道了，你最近是没通告上，然后你跟我搭档比较有通告可以上嘛。啊，这么负面呐？对，然后他就一直怀疑我的动机哦，他就说哦，还是你最近做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？是不是家里冰箱的东西你偷吃我的东西，你想要过来安抚我一下，整个负面到底了。真的，这个很负面，对，人家在关心，他只是关心你，不是因为我认识的意象不是这样的。哦，就是我觉得他都是会，就是有事情，就是他是有动机才会去。就比如说，比如说我跟他是室友那么久，然后我从来没有跟他吃过饭，康哥。约他吃饭，马上就冲过去了。然后，所以他突然打电话给我，我就会想，你一定有事，对，有事，因为我在生病，然后你不可能过来看我，因为我人在林口。可是没有，就真的关心你，到现在还是不相信。而且有一次我就是出门的时候啊，我就问说，哎，三柱，你要买什么？我帮你买，我帮你带回家。他也是在怀疑，哎，是他说。你干嘛？你就偷吃我冰箱的东西？对，他就觉得说我一定有一个目的。我说没有，真的没有。那就代表你其实平常做人也蛮失败的。小人，对，这样子。我们是小人之腹去度君子之心呐。对啊，有点是这样。因为他真的平常不会帮我买东西，平常心不好。因为大家知道我那个行动其实没有很方便，然后他其实应该出门，当然很常出去，但是他很常出去，应该回来顺便。
问一下说，哎，你要不要帮你买点什么东西？我就不用出去走，对不对？然后我就那一天，他就突然打电话给我，然后说我要不要吃什么东西？我当然会怀疑啊，对啊，因为看会不会加点什么东西？哎呀，加什么害你？对他有什么好处？对不对？我想法太多了，我就觉得还是我提一个意，看你能不能接受了。我们直接惩罚你，好不好？这样也比较省心。那个冰再拿出来好不好？可是你相不相信？就是可能我以前没有对你这样，我从现在开始我要对你这样。可是你就怀疑我？那你以前真的没有对我这样子啊？那你有对他这样吗？你有对他好吗？没有啊，你也没有，你们两个根本是陌生人，你们都不是朋友嘛？但还有别的事情哦，好，因为他刚才是怀疑别人啊，他到后面是怀疑自己，怀疑自己啊，对啊，他就是做表演，然后他本来词很多，然后他近几年记忆力不好，他就觉得这么多的词我记不住，然后演演他就觉得，哎，我可不可以就是我词可不可以再少一点？我词可不可以五句变三句，然后再变两句，那就学白云哥把杯就好了。对啊，自己哎，没想到山猪个性还蛮执着。而且谨慎，他那个词啊内容，他一定要一字不漏，他只要漏了一个字，他就认为是一个缺陷，然后就要从头再来，你就是这个问题。那 freestyle， 然后就停下来。有一次当关主有没有在高雄，我吓坏了，笑到最后他一个人在录，一直要讲关主内容，讲到我们旁边都背下来了。哎呦，真的？对，然后整段呢。没无所谓，这是艺能界，就是我的记忆力真的比较差，差无所谓，错的才好。有时候呢，人家说最精彩那一次就是出错的那一次。好了，直接给他实测一下吧，来。我们串通经纪人发一个假通告给山猪，要他准备表演内容给我们。哎，山猪。那个啊，大热门有一个新的那个主题，他即时要救火，礼拜二晚上最后一场。然后他是要表演，你要扮蔡英文，三个一分钟的那个小表演，这样子小段子。三个一分钟小段子都蔡英文。对。不能播，没有什么新闻啊。对，你就想一下吧。好，我想看看吧。好，拜拜。拜。这次布局比较大，我们甚至串通他的室友易翔。哎，你明天表演怎么样？明天表演，本来还没想。还没想？对啊，蔡英文还没想。那我可以帮你把那个别人想一想，因为我其实已经不用了，对吧？我就过去演演就好。你帮我想。对啊，这不是有点情鬼男要单吗？你到底在说什么？我再怎么烂，还是但确实不好想。对啊，不好想。可是你蔡文演那么多次，你应该很有信心的吧？没有。哇！伤脑筋。最近都不太有工作。为什么？你那么久没工作，还不工作？其实倦怠，怎么样？我觉得你是在把我想。啊？怎样？对啊，你不是今晚什么12点要交轨？好像是12点。对啊，还有4个小时。四小时后，山猪经纪人却收到。怎么办？我好像死哦。蔡英文超难想。我为什么会接蔡英文？我为什么会接蔡英文？结果录影前一天，山猪主动找工作人员，打算要。现在退来。当时呢，我没到录哎。再想想看，就小鹿演的太多次，我自己看，我打的内容就是。然后我今天跟那个伊讨论，就是来得及退。是不是很难？有点难，但是因为如果我表现不好，那可以就会上，是这样。而我就觉得，我就觉得这个我没有什么太大的自信。在明天要录，跟你们说，就是看能不能对自强人所难，对不对？我目前的碰到的问题，其实就是。变少，对，
再问最后一次，你真的要回来？可以可以，不然这个对我们太没信心了。这个很真实耶，了解了，山猪你不用再说了，你的问题宪哥来告诉你。哦，刚好这一期啊，这一期的 L 杂志访问到我，喜剧之王，对，来了那个经典的话，里面那句话，我也不知道他们不把它截录。他说那一句话让现场所有人掉眼泪感动，有他有他们有弄出来。我是一个很算很敬业的一个人，那很多人说哇，你那么认真，那么敬业，对呀。他们问我说：“啊，你是怎么会主持的？”对，你怎么会？你从来会的。我讲了一声：“嗯，肚子够饿，你就会什么都要，要养家活口嘛，嗯，对不对？对。啊，你是肚子不够饿是吧？不是。那么久没有工作，还想说哦，最近不想工作。不是，那已经那么久没工作。问题是出来说他没有小孩，先去生四个。不是，不是，你的人，你面对人家说洗稿洗灯。”摸壁加猪喊鸡，嗯，对不对？搞西单灯，船到桥头自然直嘛。你接下这个通告三天的时间，但赶快积极努力去想，会有压力。想到临着要表演那一刻，也有可能让你侥幸过关。你只要认真去做了，不成功都算不失败。尽力了，对不对？尽力。你怎么可以推那个通告？就是，因为那天又有那个表演，然后表演的状况其实蛮不 OK 的。悲观，快快走，把他扛进来，来。我跟你讲，最可怕的这一个出现了啊！来，一场悲伤观谈。对，没有，这个怎么会是我？不，就是你。来，原因是他，因为对山猪来讲，你惩罚你，对他的 touch 更重。惩罚他只是他痛，惩罚你的话，他全心都痛。对，说不定因为他害了你，他害了我。对，你现在背着我心里就痛了。我是替你走这个，有没有道理？有没有道理？很不舍。你从今以后能不能改掉那种太过谨慎了？没有必要，松一点。你那个每次很谨慎的表演都不怎么样。有啦，演那个蛋黄哥多好笑啊！随便乱讲都很好笑。他有一次还演那个什么金鱼蓝色的那个，对啊，很好笑。蓝金嘛，没啊，很好笑，好不好？很好啊。心魔要先走开心里，对，你要真的要多接点通告，不然你房租到时候缴不出来。你有什么资格讲？叫人家多接通告，对，大家一起悲观，上，哎。朋友很不错，好，惩罚他才对，痛，来回两换就破换了，悲观猪，不要太悲观了，好，把骨再一次，不要再飞了，让你知道悲观是有多痛苦，不要再退通告了，好，加油，今天这个我们上了一堂课，每个人都要往光明面去看，好不好？人生悲观，你看痛苦是过了一天，快乐也是过了一天，何不快乐？每天都快乐，叫做过了快乐的一生，有没有道理？好，自己选择吧。掌声给自己鼓励一下。赢亚洲天王周杰伦，地表最强演唱会，哎呦，不错哦，杰伦。OK， 谢谢杰伦，你好棒哦。OK， 你们小声一点，我等一下要唱歌了。杰伦，我爱你。谢谢，差不多。杰伦，闭嘴。故事的小黄瓜，从出生那年就跳，童年的大纠结，随着记忆一直晃到现在。OK， 差不多了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谢谢你们今天来参加我的演唱会，今天。演唱会的嘉宾每一个都很精彩，很厉害。我们第一位，掌声欢迎观众席的李圣杰。大家好，我是李圣杰。杰伦，好久不见。是的，圣杰，你好久没来，要不要来唱一首歌？那你这边有什么歌曲可以唱？
OK， 我们这边有双节棍、安静，还有三年二班。我要三年二班手工薯条，超级好吃，陈志豪，天君怎么了？你干嘛来白痴啊？不要拍了，不要拍了，我刘海都断了，刘海都断了。圣姐，你们冷静一点。OK， 你到底要唱哪一首啊？那我带来这首《安静》。你要我说多难堪，我根本不想分开，为什么还要我用微笑来带过？我真的没有天分，安静的没这么快，我会学着放弃你，是因为我太爱你。谢谢，唱得比原唱好听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圣杰，很屌，很屌。哦，歌声一样那么好听。OK， 接下来大家很期待第二位嘉宾，对不对？第二位嘉宾是我的好朋友，我跟他常常在新生桥下一起打篮球。这位嘉宾就是我们的老肖萧敬腾。大家好，我是萧敬腾。那个。杰伦，我没有麦克风。没关系，我们都帮你准备好了。你看看你右边的口袋。右边的口袋，我右边的口袋里面有口袋烧饼。王家口袋烧饼，好吃。OK， 等一下，金腾，你先不要照了演唱会宣传献歌的商品，好吗？你会介意是不是？置入啊？不是，你先找一下你左边的口袋。左边的口袋，左边的，真的有麦克风 ，OK， 就带来这首《Indiana 老板就》。你是我的小姑娘，我是你的小阿飞，你在我的肩，依偎在我耳边，从此我不再撒野。我的 OK OK， 今天就先唱到这边，主角是你，所以让给你 OK OK， 那我先走，下次打篮球 OK， 跟你约。口袋烧饼，口袋烧饼 OK， 来了，记得拿走。口袋烧饼，下。好的 OK， 非常的精彩。接下来我们来宾一个比一个大咖，这位呢是我们音乐界的大前辈哦，这位就是音乐顽童哈林。耶、yeah, 我是大家好喜欢的哈林庾澄庆。耶、yeah.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，也许有你会禁锢自己，想念只让自己苦了自己，爱上你是我情非得已，爱上你是我情非得已。耶、yeah! ！我是哈林庾澄庆，巴拉巴巴，大家都好喜欢，好喜欢，好喜欢我。耶、yeah! ！是不是哈林哥？这个岁月在你身上好像留下一点痕迹啊？没有，完全没有痕迹。OK， 但是呢，因为你是前辈，我是晚辈，对不对？我们要懂得敬老尊贤嘛。没错。OK， 所以我觉得，如果你要这样子唱歌的话，那我应该要蹲着唱歌。那如果我躺着唱呢？巴拉巴拉，好喜欢，好喜欢。OK， 那耶、yeah ，那我就这样子棒式唱歌。棒式唱。那如果我伏地挺身唱呢？那我就伏地挺身加拍手唱歌。嘿，嘿，哎，那如果我开合跳唱呢？OK， 好喜欢啊，好喜欢。开合跳，那我就开合跳加臀踢跳。好，那如果我要休息了，太好了，你终于要休息了，我也要休息。爸爸爸，好喜欢，耶耶，好，谢谢谢谢谢谢哈林哥哦。各位，接下来这位厉害了，我们重头戏压轴的嘉宾，他是金曲歌王，到底是谁呢？一起欢迎 JJ 林俊杰。好，可以，我先上去。到以前的我们那些信仰，要忘记多难。远距离的欣赏，近距离的迷惘，谁说太阳会找到月亮？别人有了 ，OK，
到这边就可以了，谢谢。OK， 跳到这边。大家好，我是 JJ 林俊杰，你可以咔咔的，懂之懂之懂之，跳针叫我姐姐啊。OK， 我姐姐。我告诉各位，也告诉各位，我刚刚从美国那个 iPhone 的发表会回来，是。但是呢，就是我原本想说在美国买一支 iPhone， 可是后来呢，我买错了。哦，那你买到什么？我买到 iPhone。iPhone 那个差太多，你是旁 seven 的。对，那今天既然是地表最强演唱会，你是不是应该带来一点 special 的给各位观众朋友？那是当然啦，我因为今天我是一个音乐人，所以我结合了一个舞蹈的表演，马上带给大家看。等一下，你是不是要表演才艺？好，马上为大家带来煞神斗尖舞。新的哦，新的新的加入的元素。我扎是八爪，挂着乌的金乌爪。我扎是八爪，挂着白的金白爪。嘿嘿，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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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么等山出名后，台湾出斗爪，台湾各种斗爪，摕你们爪来烧家。阮时仔的时间，目睭有看百步啊，加赢，对两条血管加落，对肚子讲讲闹，啊你血有吃无？你血有吃心无？你血若吃唔吃心，你就啥物毛病拢无。加，加，做呀！加，加，谢谢大家，我们明年见。封神三怪。不如一代，加油，加油！来来，你们会有互相拖累的故事吗？这期主题根本就是为了山猪做的吧？山猪故事太多了，太多了，不是黑山猪啊！对对对，就是因为以前这个，不是因为你还好吗？是这样子，因为我的年纪比较大，所以我记忆力比较不好。哦，对。不是因为这个，不用这个当借口，对不对啊？不行的，舞台上一点差池啊，哎，失之毫厘，差之千里，对对对，对不对？差一点点，一个人的这哎，这个忘了转，然后大家全部都错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经常拖累大家，就是。常常忘词是不是？对，那个戏在演的，对，尤其是这种小品的东西，只要他的话不出，有没有？那后面人全部都出不来，没有办法，对，本就没办法。大家非常有机会可以看。所以后来我们的表演都是我们先出，他最后再出。对对对，这样你可以连累到我们，不会影响。因为我记得我之前有演一个本，就是我一直卡时卡时，然后后面的人全部都没出来。哦，也是在我另外一个节目。对，说到想本哦，一想大概他的生活作息大概到晚上十点。就会想睡觉，真的，因为他外务太多。不错，对啊，偏偏我们想本的时间都是晚上，就是约十二点啊，然后讨论到凌晨四五点，我真的没办法，我都有一半的时间在睡觉。他通常一点的时候就会。哦，真的就你们哦，你们哦，好哦，好好 ，OK， 好，嗯，哦，哎，你们还有这么夸张？哦，我是真的很累，我们一定还要早上还要去教会爬山，去教会爬山，到底在梦游了是吗？因为我有活动，你在梦游，教会有很多活动，早上我们还要爬山，那我们就给他们看一看。但今天这个主题，你真的要好好表演，好吧？叫做真假无中线，哎呦，哎。向你致敬，向你致敬。最近这个同名同姓啊，觉得很困扰。来来来，真假无中线，嘿。各位大家好，我是小英总统蔡英文。这一次呢，出访过境美国，外交成绩斐然，对我国的外交是重大突破。来跟全体国人报告。哎，对了，吴宗宪，你帮我把那个我们去出国的行李拿下来。是。等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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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一下。谁呀？谁呀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哎，干嘛？我现在要来突袭检查。我先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来自这个时代的力量，时代力量立委黄国伦。我愿意为你，我愿意
是我是黄国昌。黄国昌是这样，我收到这个线报哈，是你们在这边有做一些违法的事情哦。哎，报告委员哈，我们这次出访一切合乎规矩，而且我们都是合法的，我们没有做违法的事情。不对哦，不对哦，不对哦。那我有几个问题问你一下了哈。啊，在你旁边这一位是我的随护吴宗宪嘛？吴宗宪，吴宗宪。请问一下，他7月16号是不是带着某通告艺人进后门卖果胶？进后门卖果胶？报告委员，你说的进后门卖果胶的是另外一个人，对，那个人是你讲的那个人是嘿嘿见鬼啦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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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啦，欢迎收看综艺大热门 Kino 的吴宗宪。那这个吴宗宪是这个吴宗宪，他是姑娘的酒窝。什么是姑娘的酒窝？姑娘的酒窝就是笑笑笑笑，姑娘的酒窝笑笑笑笑笑笑，姑娘的酒窝笑笑的笑笑吴宗宪笑笑。好，少校吴宗宪就对了，所以他不是走后门那个吴宗宪啦，不是走后门卖果胶那个。好，那第二个问题我再问你一下，2019年7月9号哈，是不是这个吴宗宪有跟网红馆长在言语上有一些交流，说人家穿刺青吊嘎，天气热嘛，你干嘛要管人家嘛？不是不是，报告委员，你刚刚说的这个吴宗宪呢，他是修比都华团长就修理沙米沙哩啊，挖掘周杰伦却没有收到喜帖的吴宗宪，所以还是这个吴宗宪就对了，吴宗宪对对对，还是搞。那你们明星三缺一，夫妻吵架背靠腰北风的那个是谁讲的？也是这个吴宗宪，是我误会就对了。对对对对对，报告委员，请你查清楚哦。不对啊，那个谢金燕传绯闻的是谁？那是杨宗宪。好，总统，最后一个问题，请问一下啊，7月26号，总统小英出访回国啦，你侍卫室的随护是不是走私香烟？这件事情，我觉得你要好好跟人民交代一下，要好好讲嘛，走私哎。是是是，跟委员解释一下哦，其实严格来讲不是走私，应该是算是超额购买，不小心多买了一些些哦，然后简称超买。走私9800多条是超买啊？算是算是，而且就是买多了一点，而且因为我们是网络下单，稍微急了一点，所以算是急买，不止超买，急买啊！对对对，你的意思说吴宗宪超级买啊？是是，吴宗宪超级买。我跟你讲啦，我手上还有资料啦。除了这9800多条，还有别的啦。我是建议你的随护吴宗宪吼，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啦。是是是，到底有几条啦？不要再骗人的啦！赶快跟委员解释一下那个。报告委员，我真的只有走私9800，还要骗人呐？9800多条，要不要一次讲清楚啊？还有没有其他的？所以还有嘛？除了这些加起来是10000条之外，我的资料上面还有别的啦，到底有几条啊？赶快拿出来，赶快拿出来！报告委员，我的包包里面还有两条，还有两条吗？拿出来吧，还有两条，拿出来啊！那我就拿出来了，拿出来嘛！不止10000条，还有两条啦，包包的两条，两条啦！吴宗宪太爽，快脱大褂，我有嘛？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嘿，厉害啦！所以除了10000条，还有2条折嘛？到底要怎么样嘛？不是啦，我觉得其实这整件事对我来讲真的很不公平啦。为什么？你看我做的事情够大条了吧？可是到现在还是有人把我认成本土天王吴宗宪，而且你看你们两个都有称号啊，你是小英蔡英文，你是战神黄国昌。那一天我去买烟的时候，突然遇到了风飞沙，哎呦，风飞沙，所以你们可以叫我风沙吴宗宪。懂了吗？懂懂的，哎，帮我拿一下麦克风。来来来来来，
然你身边这个随扈都已经承认了有买烟的啦，这件事要怎么跟社会大众交代啊？他讲啊，报告委员，我觉得台湾呢还是一个法治的社会，那既然犯法，我觉得就依法严办，绝不徇私啊。那犯法的人就进到监狱，好好的反省啊。宗宪啊，望你早日浪子回头。拼我到恁的写订单，开伫无人会知、无人会管。你心中这段成功，恁了几万条。